在酒店每晚的情况下如何吃快熟面，当地取材，房间有什么就用什么。这是一包日本拉面，打开日本拉面包装，把料理取出，把热水壶开电，把面取出放入热水壶中，把水煮滚，煮好后把热水倒出，之后把面倒出来，把调味料倒入面中，倒入好后再搅拌，开动了，上有门禁，你有遇过这样的酒店吗？大家来看看，这间就是 YMCA 槟城酒店。来看看名片，这就是它的名片了，槟城基督教青年会。Last time you have the ladder. Now you are sure that we are improve the bit. Oh.Why always night close so early? So night I want to go out at 1 a.m. so I cannot go out already, right? Yeah. 外观就是这样，大家。槟城 YMCA， 槟城 YMCA， 就是这家酒店，有门禁哦，晚上11:30就不能出门了。晚上11:30就必须得回到酒店睡觉，早上8:00才开门。那些要去看日出的，千万别住在这间酒店。成功逃出酒店了，可是日出已经慢慢升起了。走路去边威大桥下面。这就是濒危大桥，小玉索尼大师，这就是索尼的大师。
自拍留个纪念。好美的日出，这里风景好赞，适合拍照。渔夫收获了。不忘装逼。索尼大师收获一只猫的跟随。